奖，这次给您颁的是最佳华语 IP 编剧奖。那么作为一个作家，今天您接受了一个编剧奖，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 I'm very surprised， 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是来领奖，我以为我是来颁奖的。我编了是不少剧啊，这里面有大部分都是我编剧的，算是非常大的惊喜，非常感谢评委们把这个奖给我，在我这个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感谢评委，感谢这个三名老师，也感谢张辉张总。好，杨老师，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那么刚才严正老师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感谢，其实我们作为观众，作为读者，最应该感谢的也是像您这样的作家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作品。那么作为作家也好，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我想问一个，你觉得他们最共通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最宝贵的东西是勇敢。他们如果能够勇敢地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把自己的原创力用他们的作品展现出来，用不管多么艰难的，能用他们的电影语言来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思想和他们真实的这个他们的艺术的这个追求。我觉得我越来越感到，一个艺术家是需要勇敢的。讲得好，勇敢